哎，那有一个什么纸片，看见没有？这一个照片撕了。哦，他们两个吵架了。这封应该能写到，他们是一对情侣。照片呢？我再看看。这不是一幅照片。还有人，然后中间有一个人，他小孩，然后这边有一把刀。没有吧？我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我什么玩意儿？我错了！有人！哎，他是不是照片上那个男的？既然这个男生叫做英才，我觉得应该是爸爸妈妈为了让他成为一名特别优秀的人，就剥夺了他，就是从小别人在玩的时候，他都在那边练琴啊什么什么。陶言志志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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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谁？救命！救命！你在这边很久了，是不是？你听我说，我是杨琪。听我说，我不是陶言志。为什么？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住在这家人旁边邻居，我叫陈天霸。就这一家人很奇怪，为什么会来这里呢？因为他们已经消失了。我不知道他们是出事了。那你为什么在这儿呢？因为我听到有奇怪的声响。我就来这个房间找。什么声？我忘了，被吓得什么都忘了。然后呢，我就在角落里找到了这瓶这个喷雾。是是是。然后呢，我就用它在墙上跟那个壁画喷了一下。嗯。我发现了两道不知道像血迹一样还是什么的东西，然后又发出了奇怪的声响，我就吓坏了。吓坏了。我就躲到柜子里。怎么搞？吓我一跳。哎，他出来了。看哪张，拿过来看看。谈的什么？看他拿哪个？哇，他眼神超级恐怖。看他上面的证，看他上面的证是几个。他在干嘛？萨拉什么？你们，这是什么反应？你们不害怕吗？为什么第一反应是这样？你没看清，没看清。看只有几个证吗？我看不清楚。他刚才做了什么？他刚刚拿那个，他刚刚拿铅笔。画了一笔。哎，哦，我知道，画在哪儿了？这张是他刚才画在哪儿了？上面，哎，或者我们其他谱子上面有铅笔的印记吗？拿橡皮把那个密印上去给擦掉，就你把那字擦了。哦，这个上面那些字都是能擦掉的。是。零。零零零零七，哎，我怎么觉得像八呢？零七二八，一定是零七二八，看了 ，yes。